我好榮幸可以將我最喜歡的作品揀咗出嚟，真心真意。許志安唱的版本咧係嗰個編曲是他用 programming 嘅鼓，即係假鼓。錄音的地方是比較間隔細啲嘅地方，咁啊出嚟嘅效果都好，因為可以成為金曲已經係好好噶啦。但呢次咧，我就喺一間錄音室度重新錄製啦，我就用真鼓、真 bass、真鋼琴，我唱法唔同咗，個出嚟嘅感覺係截然兩回事嚟嘅。咁呢個要大家聽過先知啦。咁另外好啦，另外一首就係《好男不如女鬥》，《好男不如女鬥》。原本的編曲和我現在這個 Amplitude 版本的編曲 是兩個完全不同東西的，兩個不同編曲。之前安仔的版本就是Joey Tang 和大飛 David 即是 LMF 他們兩個合作編曲的，他們就很 band sound 的。我這次我自己這次的版本就是我和 Dino 即是 Sola 一起編曲的，那個感覺咧就唔係 band sound 嘅，係好 Motown 好 souling 嘅感覺，即係比較即係一種R&B 同埋 rock band 嘅感覺咯。咁出嚟個感覺咧，我覺得我嗱唔係話買翻走，我覺得我已經買翻好聽啲咯。對，title 就係我係 Sammy Kelly 嘅 ，Sammy Kelly 大家都知道呢隻都 hit 歌啦嚇。咁但係就我從來未試過有一個版本係我自己男版男 key 嘅版本。所以我又揀咗Don't Touch Over 嚟唱嘅，所以入邊有好多嘅可聽性嘅元素喺度嘅。我再講一首就係我説過要你快樂。咁大家聽我呢首歌聽過三十年啦，1992嚇聽咗廿幾年啦嚇。咁我呢次咧就我完全將個編曲變到你哋完全係認唔到呢只歌嘅。咁但係我形容唔到嘅，到時你聽啊，你聽就知噶啦。嗱，冇啊！我同德哥嘅個火花，因為佢其實啱嘅，佢集中係去管理、去監控我呢張唱片嘅音質上邊嘅效果。但係喺呢個演奏、演唱方面，佢都有俾好多意見俾我嘅，即係有俾好多意見。咁但係我哋兩個呢個雙劍合璧、雙軌拍門咩都好啦。總之我哋一拍即合啦，即係我同阿德哥呢次嘅火花係好犀利嘅，即係我已經認定我嚟緊我任何嘅唱片，阿德哥都會參與嘅。發燒專輯咧，我呢次係 Volume One 嚟嘅啫，仲有 Volume Two 嘅。咁我呢張 Volume One 未完成，我都覺得要做好多嘢。有好多嘢要做，即系唔同以前我哋做普通唱片系真系两回事嘅。以前嗰啲咧真系叫做咩话流水作业啊，简单啲啊流水作业啊。但我呢次唔系，我呢次系精雕细琢，我人比以前冇咁轻浮，冇咁急躁，个人又成熟咗，先至可以做到呢样嘢。咁我亦都會珍惜我而家呢個狀態，珍惜呢個情緒，因為要有好嘅狀態，要有好嘅情緒，你先至有好嘅 mood 去諗室，去用心去雕琢一啲靚嘅音符俾大家聽。所以我製作完呢一張 Amplitude Volume One 之後咧，我諗我會即刻開工做第二張噶啦。同埋亦都籌備緊下半年咧，會喺廣州。有個作品展演唱會啦，同埋亦都安排緊喺香港有靚聲嘅現場錄音嘅 Hi-Fi show， 所以嚟緊我就得閒死就唔得閒病，但係都會得閒去操練去健身嘅，亦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本地創作嘅真正嘅音樂。